风靡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在明年二月第七度来到台湾巡回演出。今天中午12点，台湾地区正式启动售票系统，有不少民众已经等不及抢先购票。两张加两张的。挂上电话，铃声又响起。神韵晚会工作人员电话不离手，一张接着一张的神韵晚会预售票不停地列印。中午12点，神韵晚会在台湾地区正式启动售票系统，不少民众已经等不及抢先购票。这个是9张，还有2000的2张，原本哈要买20几张，那有的位置哈已经，没有啊，只好哈在确认之后再来补买。再来帮他买，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带几张走？再是2张。我买了大概20张，啊，北中南都有。他的演出很精彩，我们家人啊都很喜欢看，然后每次都是要在第一天售票的时候就要我赶快来买，因为好的位置很一票难求。每年都买这么多，对。大概几张？我。20几吧，还没有确定，大概23吧。第一时间买到神韵晚会演出售票的民众，流露喜悦的笑容。来自纽约的美国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，以中国古典舞为主，高超的艺术表现受到全球主流社会推崇。明年将是神韵艺术团第七度来到台湾，一共有8个城市在演出，所以可以想见这个票数一定是增加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。今天开始售票，包括预约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000多张，然后总金额已经超过600多万。2013年神韵晚会将在全台北、中南8个城市盛大演出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神韵晚会每年都会带来全新制作的中国古典舞与原创音乐，喜爱神韵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卢天长、李晶晶，台湾特别报道。